一手国家队送给大家，对面这玩虫子就直接踢啊，拿着顶，我去你个大哥，我上去，回吧天神，还手天意，你就说这套史诗级连招，他能抗衡吗，兄弟们？他怎么跟我抗衡？你就说，他除了能放虫子以外，还能干点啥？我就直接往前冲，过去就扎。哟，他给加血了，我操！那就看个动画吧。本来不想看动画了，你这东西非要逼我啊！残血开大，我只为动画呀，老弟啊，我只为动画，直接把你干蒙圈啊！满血开大，就要看动画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国家队一上，这说的在地面就根本就无法抗衡，看我怎么来干掉他。你先骂小宝贝儿。没啥意思，应该是死了。恶心啊，出保护啊，兄弟们刚才那样子，你说真的是醉了，我说的不出保护就凉了，上来选择给我呼唤，你搞的，你知道你在跟谁打吗，老表？花里胡哨，这啥都看不见他就死了，就这。哎呀，这没意思，我跟你们说，玩这种低端也都不用认真，知道吧？阿里哥今晚直接睡觉，那不是太简单了吗？我没开出来大招，兄弟，我要开出来大招他就死了，就，因为这个大招咱的大招是无敌，不过没关系，把他豆给他骗了，我故意放一场水大招，我不愿太认真，我怕把对面打哭。不用看他死了，兄弟，我这个大招绝对秒他！哇，这个大招绝对秒他！是不是？我都说了，我的大招绝对秒他！哎，西大奶，没意思，死心人。